这那个叫用，你若无用，你哪有法度？我就讲第一，地位第一。本师释迦菩萨是地位第一。观音菩萨咧，伊的慧行，慧行是啥物啊？伊有迄、那个，有迄个智慧，啊，本师释迦有迄个智慧。啊，普贤菩萨就是有个啥？你没做，你没做，你没做。普贤菩萨有招咧，你没做，你没做。文殊师利菩萨有个智慧，遐尼遐尼宽，这就是对啥？对安住无量诸行中，再当了得一切神通了。神通的文殊师利菩萨有遐尼多的智慧，普贤菩萨有遐尼多的这个啥物啊？啊，愿力，就是因为伊知影一切神通的对倒来啦，还知影。所以讲，唔只讲，咱爱去学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，要得到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，怎样？咱的心爱像普贤菩萨安尼，会当去融入一切，袂使去动心吼。所以五金回向诸神君啊，随彼一切常心发啦。所以讲，这是五出来就是讲袂使有五相吼。咱若五相就是会啥？以我为准，就无法度防住，无法度防住，无法度安住。无法度安住，心真平安，会当啥？会当？会当啥？会当？经一切的这个什么？因缘，伊拢未动心，安尼就是叫做诸神君吼。五金会用诸神君，所以讲我即马就是我无我想，再会当现在，因为我即马得到功德啊，安怎才有地狱？我知影，所以回向，回向是啥物啊？回向啥物叫啥物叫回向？是在去做。讲互人听，因为我有经验，我都有法度讲互你听。我若无经验，免得讲互你听。讲出来拢是毋是佛的啊？哦，所以讲五金回向诸神君，就是讲我即马有法度讲互听，拢是啥物？拢是佛的话啦，佛的法啦，毋是我的法。所以咱世间人就是讲，想讲我安尼丢，我安尼丢，这就是我的法。所以我的法是什么？无明。我有讲。无明。不邪。不邪。不邪，大家就受伤，对不？我不邪那提出来，大家就受伤，大家就讨厌我。但是我迄、那个不邪的迄个啥，不邪内底一个我足惊人，足惊人，人咬我骂。什么人咬骂，我就是发生的。所以讲，我真惊人骂，你无一定哦，你无一定惊人骂哦。所以唔得讲，我就是无偶像，每一个人未使有家己的想法，偶像就是家己的想法。每一个人拢无伊家己的想法的时候，才有啥物啊？才有法度把伊的经验、伊的善心，伊啥物叫做善造化成功。还是安吼，我要讲啥互你听，就是讲你唔通动心啦。即句就是叫做诸神君，一切的神君是啥？就是你心爱掂掂啦，当着国家对你伤害上大，你嘛就爱掂掂啦。我来讲，迄、那个和尚功德足大有无？可能按话讲。村庄迄个女孩子有心，是这和尚讲清楚的。和尚，我咧，你看无代无事叫人讲这個，和尚点念念啊，无应到半句。和尚来应话出来，就破功了，就无功德，又伊就无神通了。所以红红多啊，一点点。
等下囡仔生出来，囡仔讲抱来回想回想起，你看嘛，你想讲我当害啊？甲抱起囡仔来，我若唔甲饲咧，囡仔死。你甲饲咧，人一定讲哦，政府上分好啦。你要甲讲政府上分，就你最上分。我要顾这囡仔性命，还要紧，对。你看牺牲我，事实都事实都证明讲，若唔是你囡仔要饲，人就是安尼讲，对啊，对不？所以讲好啊，无要紧。我囡仔顾我还要紧，你要安怎讲是领导的代志，伊拢未是受影响，所以咱来练这个功夫啦。咱要练出这功夫出来，这个功夫若练出来，甲佛祖同款，你就有啥物啊？一切行通的，你就一切行通的，来知影吼。随便一切想修学啦，随什么人？随便就是佛祖，佛祖的迄个什么？法轮功。这里比就是佛祖的法轮功，你知道吗？佛祖的法轮功爱安怎？佛祖的法轮功是爱安怎？法轮功，啊，心爱静，嘿，心拢爱清净，就无明啥代志拢好，拢好好好。你讲我你偷食鸡肉无？啊，你若讲有就有，我是无啦。你若讲有，你就去有，但是伊袂硬，点点。伊若甲硬一句讲。有就有啦，无啦无，无就无啦，安尼就袂使，安尼是袂使，袂拢掂掂，安尼才正公道，有困难无？真难，真困难。嘿，你掂掂是等于默认，对不？我人要安怎甲你讲啊？嘿啊，一定甲你讲你默认啊，好啊，默认就去默认。我心内有数，我无就是无啦，你要去默认领导的代志，安怎样吼？就是安尼，你才有公道，你安尼你才有神通道。你若无安尼，你想通你想袂出来。所以咱今仔日在讲，根本了看无，的原因就是这些。所以随比，随这个，随什么人，比就是这个什么？佛祖啊，佛祖的这个法轮，法轮功，爱对佛祖的法轮功。常不变，就是你讲什么，我就讲好，对，我就跟他保持点点，安尼知无？保持点点，安尼就叫做常啦。常去练这个去练去学，去练不变去练练去学这个，我是点点去啦，安尼学这点点去啦，安尼功力就足大。即嘛两条是意思吼，主要是上头还是四条，即嘛是两条啊吼。啊，像三世诸佛所称叹，如是最深诸大愿。三世诸佛就是过去的佛、现在的佛、甲未来要成佛的。你有这个功德，有这个点点这个功德，伊拢。甲你非常的赞叹，赞叹讲你有这款功德，你有这款，你有这款的，就是对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各位唔能误解讲，我是我无咧讲个，唔对，我就爱讲啥讲无对，我唔咧拍台，唔是，这是三世诸佛。过去的佛也好，现在的佛也好，未来要成佛的人也好，甲你鼓励，鼓励讲对，这就是对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啊，这就照佛祖安尼做，清净。啊，做甲佛祖同款。就是做甲佛祖同款，安尼是对，无唔对，安尼是正修行。这句就是安尼。你知道嗎？每人大家講，哦，那樣講法呢？明明對了，咱攏講，明明咱是對，伊人講咱唔對，咱就講好好好好，恁戇大呆，這戇大呆才是
有法度得到什么啊？得到神通力。所以我们在信名叫做如是最行的主宰观。如是，什么叫如是？心不动叫如，对不？嗯。你心不动，这就是真理啦。若是上殊性，上殊性一切的什么大愿力啦。咱普通讲，你爱发大愿力有无？什么叫大愿力？你要发讲，我对什么代志拢不要紧，我拢袂去跟人计较，你做到，这就是你上大的愿。安怎啊？五金会用诸神君啊，为得普贤殊胜行。所以五金就是讲啥，我无妄想吼。啊，怎啊？甲我会晓，甲要学佛的人，我拢讲我听。所以毋知上师直直甲咱讲有无？不管你要做也好，你唔做，拢直直控制、控制、控制，就是这句。五经会用诸神君，就是上师会讲，我讲到安尼，恁拢无去做，我拢加了。上师无安尼想，所以讲，伊无五常在安尼，才有法度直讲、直讲，安尼吼。我讲到安尼，恁要做也好，唔做也好，恁在咧拍打量也好，这是恁家的代志，你家己。你家己未进步，你家己后摆爱受的苦，迄是你家己爱去接受。所以讲，上师未受气啊，安听无？上师甲咱教教呢，咱唔听伊的话，咱家己后摆落票，家己后摆吃亏，甚至咱后摆落地啦。上师讲，我甲你讲，你又无啊，我哪里有啊？就是，你知影吼？我即马甲有缘的人讲即个仙的方法，讲即个仙就是啥物啊？就是无分别，就是清净。我安尼甲恁讲啊，为啥物原因？就是要你得到普贤菩萨讲的这功德，为得普贤殊胜行，就是。我直直讲，直讲给恁听，恁会晓去做，恁就有普贤菩萨的什么的功德。安各位，安了解吼？元武林玉林冲时啊，尽除一切诸障碍。元武就是讲，我无我想，我就有法度。我就有迄个愿，咱今日无迄个愿，就是啥？咱大家拢伫偶像为主，大家拢要我我我我我，大家拢要我我我，所以你就无愿力啦。所以咱今日无愿力，就是因为咱有偶像的关系，所以就无愿力。所以偶像你若拄着，你永远就无迄愿力。所以无偶像的时阵，会安怎？临命终时，就是你做死的时阵啦。临命终的是你做死的时阵吼，尽除一切诸障碍。啊，你要死的时阵啊吼，你就有一切心放未开的，但是个障碍。你的心叫你讲爱放下，你放未落；叫你讲爱唔能硬，你偏偏那边硬。这就是个障碍，障碍咱啥？得到功德，甲咱话，甲咱车，车好咱无得到功德，安怎？所以民间诸佛阿弥陀啊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你要活到民间，你要知影阿弥陀，彼佛阿弥陀，就是讲西方迄阵阿弥陀，咱拢嘛用念的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你都紧躲我去哦。
空嘴薄舌。你若是讲要见到阿弥陀，你就安怎？你心就是爱清净，自即阵起就是爱去练迄清净心啦，爱去练迄、个啥？迄、个不傲，嘿不傲。啊，像唔当我安尼一两千碟啊，你家己已经听好吼。免家己去听啦吼。要紧的就是莫去听，又安尼行来行去，要听什么啊？你心无静啊，要啊就直直讲，叫恁叫爱静啊，你安尼行来行去在创啥？你行来行去，要得着功德哦。所以我即摆现讲呀，恁就现无做啊，你看啦。所以，你若无偶像的时阵呢，到要死的时阵，去做哪样？咱一切心未静，即拢爱拢改掉啊。迄阵啊，才有法度见着阿弥陀佛。迄阵啊，你才甲阿弥陀佛同款，才了解什么叫做阿弥陀佛啦。唔是阿弥陀佛，唔是用念的，是你心有静下了，你讲哦，原来阿弥陀佛就是安尼。什么？阿弥陀什么款？即得往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心无分别心，心永远的清净，最起码在得着，你看看，得着先啊，得着。足多会乎你心会乱的，你拢啥？你用得甲化掉，你拢有去做着，所以化掉你足多心会动的物件。安尼，师兄知嘛？这个得就是你有去做着。去做得了，当然把一寡迄啰会动心的拢化无去，会动心的拢变啥物啊？变迄、个转法轮去，安怎样吼？你要转法轮就是，会晓转法轮的人是心未动，会晓转法轮的人就是知影啥物叫做阿弥陀。我问你什么叫阿弥陀，你变在意，就是我心无论看到什么，无论我上介意的，我上讨厌，我拢未去受伊的影响，安尼叫明见阿弥陀。那你若有这功夫，即是往生安乐刹。你有这款功夫，随时就当去啊，往生会当去。平安，啊，该什么啊？心乐极乐，诶，佛殿出去佛殿有啊，就是你生在咧阿弥陀佛的佛殿里啊啦。你这五十米啊，我50米啊，我来两张啊。哦，这样53页吼，我刷一张了53页，我52张人传两张，加起一百。哎，所以53页头一行吼，我既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呐。无偶像，无偶像就是无分别心，有偶像就是会有分别心吼。什么代志都看不开，什么代志都对，什么个代志唔对，伊拢唔知影，糊里糊涂，即个有妄想的人。所以无妄想会当啥？往生彼国。你若无妄想，无即个执着心，就会当去生在啥物？去生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有法度。生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讲你的心啦，就是讲你的心跟西方极乐世界同款。所以讲，会生在
感情是有一个阿弥陀佛在大的那个节目讲吗？是无啦，实在是无。但是你心非常的清凉啊，非常的什么拢未去受影响的时候，迄个时阵你就是叫做大力使用。所以唔在讲行李箱有无？咱文殊讲讲行李箱，行就是啥物？有一个叫做行啦，唔是有一个，拢是心力。你心力无得平落，未是讲，哦，我都爱有名才会使，我都爱有钱才会使，我都爱有物才会使。无有心啊，还是啊？所以师弟上尾也知影这个，所以我尾也拢唔敢。虽然讲有啥物啊，有讲我若甲伊斗阵讲话足欢喜，但是唔敢去卡，原则就是过掉。所以一般人讲，你咪真戆。你骂你嘴边啊，你袂晓个安怎？我讲唔敢。所以讲，无我上内生在西方佛教，现前成就之台湾，就是你什么呀？自信我现出来，这个时阵就是用自信我现出来。有无？咱上次讲，你若爱拜哦，拜个你的自信现出来，有无？拜个不是讲自信啊，拜个你迄阵佛祖造出来。咱直直拜，什么个拜？直直学佛的这个什么清净心，直直学到拢完全同款的时，咱的什么啊？咱的时阵叫做世界造出来。那你佛性就造出来，啊！你以前叫什么？好糟糕了，怎么跑到这里了？等一下啊！人就是讲到拢断去，断去唔知影，这就无成啦。所以我即摆真惊断去啊！迄个画面一无去，可能叫人扫掉，手叫人扫。丢了，它缩在上面。啊？它缩在上面。哎，对，但是就是，因为我在讲的不小心，可能就碰到，不知道。丢了。所以我现在很怕，这个上面这个红红的。没有了，那就糟糕了，那表示断掉了。他再要过来，要过来落吼。你讲讲到对呀。第一段吼。所以讲，我若会当什么？我的心呐有法度清净，就是去带咧西方极乐国。所以讲，我去带咧西方极乐国安怎？我自信了，自信了，现出来。我自信现出来，我内底即阵佛自然就造出来。迄阵啊，就叫啥物啊？迄阵啊，叫做得到佛果。迄阵啊，毋是迄个因果的见性啊。迄阵啊，是佛的见性啊。即个些人。这普贤菩萨也甲咱教讲佛的见性，唔是教咱迄个因果的见性。因果的见性，你看嘛？你看，是啥物啊？乌兰尊者有无？哦，佛甲考安尼呢？就讲哦，你手是安尼，第一点当的。你若形而上就是安尼安尼讲，
你就点点嘛。可能问偶然，你看了下面无？这偶然出现就点点啦。安尼是无？偶然出现一时间什么不离变成？哎，够不着啦吼。所以人讲去练一点点的足重要吼。大家拢不爱信，现在不爱信，因为无好，无好，所以讲不爱信。所以讲，咱用俗语讲啊，讲你就是无好，即系无多修啦，无什么好，无迄福德性。你等到什么一年弄发到，好，那你福德性你修行，你修行，你修行，修行，迄名叫福德性。就是你的自性滴滴，你的自性滴滴造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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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共我们造出来，共我们造出来，啊，真是造出来。你将来就是叫做佛的见性，最佛的见性是啥？未完世性有无？未完世性是唔是时间？是你的不舍拢大家耍，你就未完世性了，用未。你就无八万，无八万四种的邪心嘛呢？迄阵拢八万四的正心嘛。所以迄名咧叫做天地不容心智，有无？迄名咧叫做天地间第八识的静，静就是你心定了，爱你固定叫做静。所以讲，你会当成就咱，迄阵一切圆满尽如意啊啦，就是拢圆满啦，无比这个较无圆满啦。八情拢解去啊，八邪拢解这八情，安尼叫做一切圆满尽如意啊，知影吼？所以迄阵来当诶，离了一切众生界。会予众生得到大益，这个利是大益哦，唔是厉害的利哦，还是讲我有钱的利，就是会予幸福的利，这个利是会予幸福的，知影吼？所以讲，伊不管是住伫啥物，住着，伊不管是心是非常的啥，非常的欢喜，所以叫做欢乐。发落唔是像咱世间来讲，哦，我有通吃啦，有通看啦，啊，有通享受啦，啊，有通拍麻将啦，啊，有通去啥物，我若要订啥物就有啥物啊，唔是迄款落，迄唔是落吼。发落就是像我拄下讲，我干那缀要缀啥，缀妈祖缀好条，干那迄心，啊，实辛苦足艰苦。啊！若有迄个讲，我对妈祖对了，迄个心就是叫做乐，这个叫做发乐。所以一当啥，一当和一切众生，住伫众生内底，拢得到发乐甲发乐。发就是佛法吼。唔是咱这个世间法，那世间法就是就害了了啊吼。世间法叫做什么啊？欲望啊？欲望？唔是有一个名，你知影？名利啊？名利，名甲利。当然是名甲利啊，但是有一个名，有一个名称啊，外道法。外道，外道。恁了讲你外道。哦。所以外道不是骂人啊。你就是无修心，才叫外道。对。就是你歹去修心啦。无咧清净。嗯。你叫外道。离了一切众生界，让所有众生会当得到发愿，会当得到发乐。
伊会当得到法益甲法乐是啥物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清净。对。对。所以我拢爱安尼甲恁问，安尼会晓来引哦。我就知影讲安尼有进步。拢会袂记。安尼定爱去爱去爱去试吼。当着上无爽快时，你就爱去接受。唔，人你当着无爽快时，啊转早胖好，啊转嘛转起性地，啊个古早人讲滴滴堵堵，是无遐严重啦，是无遐严重，会较免等。所以讲你唔捌听到啥物滴滴堵堵，滴滴堵堵有啊，哪会唔捌听？即嘛是讲你问个少年，我捌听到，问个少年，我捌听到。唔捌，哎，唔捌啦，你捌无？听不懂台语。但是你都听无，要怎听无？问你，你嘛听无？像几天组队？我的生活台语比较少。只上骂款。连听你都歪听啊！你连歌你都歪有啊！用功，生活用语很少用到。所以讲，要怎样讲？所以叠变有叠变有无？嗯。叠变，每个都叠变。我见的叠变啊，什么也好啦，迄就是功夫啦。所以就先跟你讲，哦，安尼对啦，安尼对啦，安尼跟你所以啊。立变不是讲跟你跟你压落底，不是，让你承认讲这个这块是对，安尼叫立变。所以讲，所以立变意思真深，你知影？你无迄功夫，无法度共立变啊。那上咱过去上次有讲无讲？我假如你拢学未来，就是我的功就无够。上次家己安尼讲，有无？你袂记啊？我甲恁教教呢，恁袂去学，就是我的功德无够。上次有安尼讲，有没有？是。可能无听到。像即款话，我特别记会条啦，嘛毋是记会条。你即摆讲，哎，上次才讲起一句话，自然就走出来。其实讲上次讲遐侪话，我拢那记会条啦，记袂条啊。无可能。嘿，但是到迄时阵就自然就走出来。所以才讲，咱迄阵啊，伫个金融市的时候哦，嗯，迄阵啊，就说开始咧甲人结结的时候哦，嗯，啊，一寡红果绿果来咧乱哦，嗯，咱迄阵啊拢唔敢，拢在意啦，在意啦，所以迄阵啊开始有七点啊，七点啊，那阿小咧讲一个摸啦，就一个摸咧尔，哦，啊，到尾啊，金融市。请主持来有无？嗯，啊，足多甲恁赶掉有无？嗯，啊，恁再走路山脚有无？一凉亭啊，凉亭啊，袂用的。到尾再请周师兄去甲迄个什么人？诶，什么先生？诶，毋是迄、那个甲周小木迄个人讲，讲问我用啊，我到处钱。哦，啊，伊到尾讲，变来变到处钱，你来来用。不要咱用。啊。我俩足欢喜，啊去遐用，啊正常个来，规定拢来，啊就是要想要占迄个所在，是无？嗯。所以我就，我本来是拢跟你斗阵来听经啊，所以林教授甲讲了，我就讲啊无啊。你袂使。啊，我顾你看卖，照样变本加厉，变本加厉，我的素人啊，嘛唔敢讲，诶，这所在是我去租来，啊恁要甲我占。嘛唔敢讲，拢吞落，拢忍起來，所以安尼才慢慢啊，慢慢啊伫进步起。有时阵啊有啊，迄镇上听讲叫因个朋友载我转，伊查某朋友载我转，我一路坐遐，敢若讲印象，倒边正边，倒边正边。到我一个外，迄个十字路口讲倒边，正边，干那讲安尼，啥物拢无要讲个话。就是安尼，我都唔敢去攀岩。嗯。所以讲，这个所在就是安尼，就是会增加咱去一堆的费用，安怎样吼？所以真多啦，真多啦。所以我上做，我再拍电话去找你。
山顶遐，遐人，啊，我想去找你个，啊，你会甲我讲话，你李先生呐、啊，嗯，吼、哦，伊什么，阿勇也厝里一租伊个啦，哦，啊，你听讲阿勇啊，要甲租五年，啊，到尾啊租两年了了，阿勇就搬走，啊，因讲啦，应该讲租无够，迄个押金。无收嘛，但是这李先生真好，伊讲我搁摕只押金去还，阿勇啊，伊即马。